富婆做手账能多有仪式感。富婆挑选手账本，在一大堆本子前晃动着选择困难症的手，选这本，这本，还是这本，到底选哪本呢？富婆拿出笔刀，精心挑选了两只超华丽的新笔刀，每个细节都绝美。今天选哪只呢？富婆拿出胶带，卓大王、提拉多、兽球、有熊、木子里贴贴，今天分谁的牌子呢？富婆做手账前的准备仪式，先调制一杯饮品，旺仔牛奶配月光白茶，甜甜的旺仔牛奶超好喝。现在 PDD 有1块钱抢24盒旺仔牛奶的机会，活动链接我放在左下角了，截止12月31日，喜欢喝的宝子快去试试吧。再点上一个香薰蜡烛，喷点香水，温柔的涂上护手霜。富婆开始做手账，先选一卷花边胶带，老规矩，霸气为先，用奶盖熊蓝色镊子优雅丝胶带，用粉嫩的小麻薯铲子温柔压平平。那么看看富婆的手账排版吧，这个粉色系排版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听说你们都想看粉色系暴躁式手账。Oh my god! OK, 这就安排，拿起装备准备开选版拍纸板。PDD 麦西里文化是7.82浓度的龙卷的闪闪胶带， PDD 1.2E 12.8入闪的可书写胶带，粉色变迁，暴风狂炫，笔画面霸道狂炫。这次的暴躁式手账够过瘾吗？手账富婆 VS 手账穷婆，当他们有新素材，富婆拿出新胶带，又入手了一大堆新素材。 PDD 日系手账小店 32.1 啊，而入手了阿哲色调全套9款分装，9款颜色全都有，还新入了2卷超可爱的奶油花边胶带。 PDD 三川杂货 4.752 一卷，粉粉嫩嫩，超级少女心。穷婆拿出新胶带，富婆同桌送的是吃条，虽然只有短短的3条，但都是超可爱的闪闪胶带哦。富婆有了新胶带后，贴在离形纸本上，一页页美美欣赏。穷婆有了新胶带后，没有离形纸本，把胶带平铺在桌上，美美欣赏。富婆拿出手账新工具，小麻薯的点点胶，小铲子，小镊子，全都安排上。穷婆拿出手账新工具，穷婆没有新工具，灵巧的双手就是万能的工具。富婆开始做手账，贴上新买的奶油花边，换个花色继续贴，在离心纸本上用镊子优雅选胶带，粉色阿哲太梦幻了，用粉嫩的麻薯小铲子温柔压平平。富婆的手账完成了，穷婆开始做手账，把胶带平铺在桌面上，快乐选图案，用万能小手撕胶带，贴胶带，拿出珍藏的边角料，疯狂贴贴贴。穷婆的排版也完成了，你觉得哪个更好看？富婆挑战粉色手账 VS 穷婆挑战粉色手账。富婆拿出手账本，挑战粉色系手账，就用这个粉色小麻薯方方本吧。穷婆拿出手账本，早早做完了作业，妈妈把 iPad 给我玩了，点开我的念念手账，换个粉色的封面吧。富婆拿出粉色素材，拉着粉色胶带，粉色花边胶带，粉色格子胶带，粉色便签，粉色彩笔，通通安排上。
穷婆拿出粉色素材，这次穷婆也有满满的粉色素材了，好看的格子胶带和花边胶带，超多粉色的贴纸，不心疼随便用，穷婆也可以实现素材自由了。富婆开始排版，老套路，霸气尾边，贴上美美的格子便签，再美美贴上，粉粉嫩嫩拿着胶带，富婆的手账完成了。穷婆开始排版，选个美美的花边，一上一下，优雅围边，超多可爱贴贴可以选，粉色贴纸疯狂贴贴，怎么用都不心疼，还有好看的文字贴纸 ，and 多种颜色的笔触，可以选的颜色甚至比富婆还多。做电子手账，我也能享受到富婆的快乐啦。穷婆的粉色排版也完成了。这次的粉色手账大 PK， 你更喜欢穷婆的还是富婆的？今天本暴躁大佬来挑战，用最温柔的玫瑰公主胶带做暴躁式手账，人狠话不多，开炫。先炫一包 TDD 4.75R 入手的奶油花边胶带，彩里彩气超好看。再炫一包 PDD 7.5R 入手的阿主便器，配色超温柔。选好学习纸，进入狂暴模式。那么你们觉得这次的手账是暴躁还是温柔？手账富婆古卡 VS 手账穷婆古卡，富婆拿出古卡素材， Come on， 一大桶67件套古卡素材，里面有一点点各种款式的古盘，还有20张不重复的古卡贴贴，各种色系和图案，每一张都好可爱呀，还配了镊子、镭射包装袋，一大把链条，真是满满一整桌的快乐鸭，美美准备开锅了。穷婆拿出咕卡素材，穷婆没有咕卡素材，于是点开了左下角的填色达人，这里也有不少好看的咕盘和可爱的咕咕贴，穷婆也能享受咕卡的快乐了。富婆开始咕盘，从超多绝美咕盘里选一个，就你了。再精挑细选几张好看的咕咕贴，来感受一下撕贴纸的治愈吧。哇哦，箍出来的盘盘也太好看了，再装上链子，美美打包好，满满的仪式感。富婆的绝美箍盘完成了，穷婆开始箍盘，我开始选箍盘了，就选这个粉色渐变的吧，开始贴上各种可爱的小图案，再搭配这个画丽丽的小公主，然后疯狂箍上各种可爱贴贴，不要钱的咕卡游戏也太好玩了，穷婆的咕盘也完成得不错呢，你更喜欢穷婆的咕盘还是富婆的？